敬请观赏八点档连续剧《流氓教授》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流氓坑的孩子？你认识我爸或我妈？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当初你妹妹要让我抱走的时候，你把她偷抱去藏起来，难道你全都忘了？我是你妹妹丽珠的养父，丽珠在我们那边叫做宝珠。原来你是那最近我妹妹她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是吸毒才会进来这里，我家里面一切的负担一直都是我太太在处理。她虽然开地下酒家，建龙，你放心，丽珠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夫妻很疼爱她，不可能推她下海。她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在高职读夜间部。建龙，你如果不相信，过两天我叫你妹妹来这里会客。啊？嗯。外面的世界一片迷蒙，监狱里的世界一清二楚。想不到居然在监狱里跟丽珠的养父碰上了。阿鹏是工厂的自治员，桃园帮的重要角色，也是个烟毒贩。虽然他是个烟毒贩，但是他把丽珠当成自己的生命，情愿为他付出一切。而我呢，我这个当二哥的可曾为自己的妹妹做过什么？当丽珠出现在会客室的时候，我真是感到非常惭愧，惭愧的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听说你在念高职，学校功课忙不忙？还好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丽珠，坦白跟我说，你过得好吗？你是想要问我，吃得好吗？穿得好吗？
是想要问我，当别人养女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？我只是……我吃得好，我穿得也很好，我父母对我也很好。难道这样，你们就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吗？丽珠，那个时候，爸妈会把你送给人家，那是因为爸在矿坑出事了，家里的生活根本就过不下去。既然不要我，为什么他们要把我生下来？为什么要把我送给别人？不是，我们不是不要你，爸妈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时间到了，丽珠，哥拜托你，回去看一下爸妈好吗？丽珠，你可知道你被人带走之后，妈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。哥知道我没有那个权利要求你原谅爸妈，可是我希望你回去看他们，就能够了解一切了。你就能够了解他们有多想你，丽珠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丽珠，走了。哥求你。出去啊，是啊，我要出去。你要找人吗？要找谁啊？我要找一个叫阿西的。阿西？啊，这么巧，我是他太太。你是？我是阿鹏的女儿，丽珠。我没有想到，你就是我的母亲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那些话我却想不起来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既然你不知道要怎么说，那我走了。丽珠，我以为你连我的名字都忘了。是我的孩子，不管多久的时间，我都不可能把他忘记。看到你长这么大了，我很高兴。
我也不知道能替你做些什么。你至少给我个机会，煮顿饭给你吃好不好？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你为什么都不曾来看我？从我懂事开始，我天天都在盼望着。难道我这次来找你，就是为了要吃你一顿饭？丽珠，丽珠，走路不长眼睛啊！一会儿怎么搞的？阿信，他是我们的丽珠。什么？那个是丽珠啊！丽珠，阿信，快点！阿信，你休息一下啊！丽珠，丽珠，你别跑啊你！那个是你爸爸，他人不舒服，你再跑他会喘死的。你别走，阿西啊，来，在前面。丽珠，我是你爸爸。原来我爸只能给我这个。爸爸，在你小的时候，爸爸就什么都没给过你。爸爸也不知道给你什么。爸爸不是个东西。爸爸真没用。丽珠，你爸爸不只给你这个，你爸爸为了你们这些孩子，给了你们一只手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你们家的生活非常的清苦，你们兄弟姐妹一大堆，不过你爸爸咬紧牙关，做牛做马，也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孩子能够在一起。自己生的孩子，他怎么舍得会给人家呢？虽然说阿鹏他们家的环境比较好，他们夫妻俩很疼你，不过你爸爸他舍不得把你给人家，那是后来阿鹏他老婆。阿三，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，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
不得已，不得已，都只会说你们是不得已的。可是，你们有没有替我想过？如果你们不是真的不爱我，为什么不曾来看我？你们知道我现在过得好吗？因为我们舍不得。你是妈生的，每生一个孩子，就好像从我身上割下一块肉来。我怎么舍得把你让给别人？当时你还是个婴儿，什么都不懂，不懂就算了。有人爱你，有人疼你就好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不敢去看你，是因为我怕多看你一次，我就会更舍不得，更难过。我知道不管怎么解释你都听不进去，你能体谅也好，不能体谅也好，我只希望你能继续在人家那儿好好听话，好好的过日子，这样妈就心满意足了。丽珠，快吃。丽珠，吃啊。怎么了？嗯，吃不惯啊。我看我到巷口的面店切一些卤菜回来。不用了，菜已经很好了，我只是。我只是听人家说我们家里穷，不过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穷。我去看过二哥了，难怪他说只要我回来看看，我就会知道了。你养父那儿啊，日子过得比较好，来我们这儿你一定会觉得不习惯。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我们家虽然日子过得不好，不过你可以跟妈说，我这个做妈的不知道能替你做什么。我们穷人只剩下一颗心。好啊，那这样，我有个要求，爸妈，你们一定要答应我。哦，好啊，你尽管说。什么时候爸跟妈陪我，我们一起去看二哥好吗？好，妈答应。花无极枯萎，心难慰。
新罗，气色不错啊，不要担心，马上就可以出来了。我知道。帮我盛一碗啊。好。来来来，建龙吗？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还有好吃的。嘿，还有水果，嘿嘿。哎，谢谢啊，我来就好了。哦。金龙，你来新收房的第一天，我们就有你的消息了。最近监狱里新设了一个洪博补校，我跟许多冀中的兄弟都调到学生队来，你一个人在那里孤零零的，我们都很放心。我们等你来，阿谭。暗中帮助我的人原来是阿谭。洪德补校，进入洪德补校念书，好是好。不过补校跟我们第二工厂比起来，还是复杂多了。听说洪德补校还没开学，南北两路的兄弟大家都已经出动了，连我们桃园帮的，大家也想进去。哼。其实进去根本就不是想念书。建龙，我是希望我进补校是真的为了想念书，其他的事我不会去理他。好，待会儿我带你去见主管。你们两个要这样做多久啊？抬声跟人家说话啊。我要说什么呀？感情这种事你也知道对不对？我想了很久，我决定跟汤姆去美国。建龙真是不值得。台生，如果今天换成你进去，你希望阿凤怎么做？哼，这还不简单？这是，是很简单。我替你说，你也会希望阿凤不要让你担心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去看见了他，不是不见我，就是叫我以后不要再去看他了。台生，你也会这样对吗？如果是一段很单纯的爱情，我也会希望占有他。如果是一段值得我珍惜的感情，我会永远把它放在心里。
说建龙要来吗？怎么没来啊？马上就来了吧。哎，来来来，来了，建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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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建龙，大家好。哎，阿牛啊，你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有上进心的，你管我呀？行不行啊？阿谭，建龙，好了，你们先进去。老师马上来了，我有话跟建龙说。哦，走走走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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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上课喽。阿谭，建龙，坦白说，我之所以来，是想好好念书，准备考大学。建龙，我要你到这来，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喜欢读书，在这里比较清静也自由，你想读书就读书，不会有人打扰你，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操心了。谢谢你。自己兄弟谢什么谢呢，对不对？读书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待会儿吃饭的时候你要跟我走，才不会跑错桌了。在这里吃饭，各县市的兄弟跟外省方各自成一桌，个人有个人的势力。桃园因为地缘的关系，所以现在桃园桌是最大的一桌，第二大才是外省桌。他在嚣张些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是我们不跟他计较。妈的，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刚刚说话的那个是桃园桌的小哥，叫做阿唐，这个人很难相处。目前我们基隆桌算第三大桌，我们人虽然不多，不过我们很团结。俗话说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不管他势力再大，也不敢欺负我们，到现在算是相安无事。除非有人故意挑衅。建龙，你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念书，你就好好的念吧。如果有人要欺负你，你先别理他，有什么麻烦你跟我说，我来处理。嗯。谭哥，小弟不是基隆人，能不能跟你们同桌啊？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请坐。谢谢谭哥。建龙，小意思。啊，谢谢。谭哥，小意思。阿牛。啊，谭哥，谭哥，这么快吃饱了？少在这儿闲扯淡了。我要的烟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？对不起，因为货还没来啊。货还没来？你放屁！你把我阿唐当傻瓜啊？为什么我听说你货一到就先拿给别人？还有我要的货为什么比别人贵啊？你把我阿唐当小弟啊？没有了，老大，我怎么敢把你当小弟呢？老大，你对我阿牛啊真的是有太深的误会了。你也知道了，我一向是做良心事业嘛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大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也许他们买的那些货呢，可能是公卖局不要的发霉的货呀。还好你没抽啊，要不然的话那是伤身体。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别耍我。我有一句话，心内话。阿谭，桃园帮说话为什么那么嚣张啊？还恐吓阿牛，我才想出面，你又阻止我，为什么？哎，他又没动手，而且你想一想，阿唐来找阿牛算合理的？你如果出手，就是我们不对了，到时候反而惹人闲话。听我的话，什么事都不要管了。走吧。哎，建龙，建龙，哎，等一下吧。老彭啊，叫我拿包烟给你。老彭是你什么人呐？对你那么好。桃园帮的老大支持你，基隆帮的老大支持你，你可别跟我说连外省挂的你也认识。你真认识啊？
哎呦，真是不同人不同命哦。像我阿牛啊，我八字才二两三呢，就没你那么好了。阿牛，我问你，你跟桃园帮的阿唐不对盘吗？没有了，兄弟，你也知道我阿牛做生意是看情绪的。那个阿唐喜欢欺负我啊，我就要吃他。我以为不会出事啊，没想到被他拆穿了。我现在也烦恼，不知道怎么再活下去哟。哎，兄弟，别烦恼，明天的事情啊，明天再说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走了走了走。嘿嘿。建龙啊，别担心了，他在这里又不是一天两天，有什么事情他自己会处理。如死我葬，无死谁埋？如唐有灵，可能告我。呜呼，身前既不可想，身后又不可知。孤汝既不闻汝言，殿汝又不见汝实。指挥飞扬，朔风也大。阿兄归矣，有屡屡回头望汝也。呜呼哀哉！好，很好，请坐。我来为各位解释一下本科的课文。进了监狱，开始念《铁窗》这本《金刚经》之后，小时候想当诗人的梦想又浮现在我脑海中，所以我开始写诗。可是当我要写的时候，我发现当个诗人必须要有文学的素养跟哲学的观念，这些我都没有。想来想去，我只有继续升学才能让我念更多的书，看更多的世界。所以考大学，尤其是文学系，就成为我追求诗人梦想的手段，当然也是为了早日争取自由之身的手段。你想考大学啊？是啊。大学很难考，你知不知道？尤其是日间部，录取率只有10%几，像我当年就考了3次才考上。老师，不管有多困难，我一定要考。以你现在的情况，想考取大学不是不可能啊，但是你要比别人更加用心读书才行。我知道。阿谭，你怎么会想看企业管理的书啊？这是活到老学到老啊，这阵子我在里头也想了很多，要打天下就要充实自己，要当个正派的兄弟，就要把全台湾的角头兄弟统统串联起来，当做企业来经营。建龙，你真的想考大学啊？当然，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愿望。好吧，我在外头打天下，你读书打天下，我支持你。阿谭，谢谢你。拜托，我跟你讲过几百遍了，兄弟之间有什么好谢的，是不是？我有句话想问你，你不要生气。没关系，你问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有一天台生被抓走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怎么可能没想过？我也常常在想，万一真的这样，他更需要我，我会让他知道我会一直等他，让他有勇气度过这个难关。你想，
建龙需要人家等他吗？有人等总是比较好啊。汤姆也在等我，可是他越等我，我就越觉得不好意思。不知道建龙，你可以去找他啊，光用想的是永远没有答案的。想考大学第一个难题就是我的英文程度。念国中的时候没钱到老师家补习，基础没打好，所以写读听都有问题。以前念商专的时候，为了应付考试都是死背才得来好成绩，其实上课根本就听不懂，越听越糊涂，越糊涂就越着急。老师，什么事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念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懂音标。音标？音标是国中基本的课程，可是你连国中基本课程都不会，我觉得你应该调到国中部去。我告诉阿谭，我想转到国中部。阿谭劝我别想不开，千万不要为了一科英文而耽误了自己想考大学的理想。所以我决定自己卧补国中英文跟复习国中三年的课程。要考大学？是啊，不知道会不会太迟。谁说的？念书哪有嫌迟的，妈支持你。没想到在监狱竟然把我丢掉的儿子给找回来了，妈好高兴。对了妈，我现在需要国中的课本，能不能麻烦阿三叔回龙王坑附近看看有没有孩子不要的？不用了，你放心，妈把你那些课本全部保存得很好。妈，因为看到那些课本，妈就相信我儿子绝不是流氓。谢谢妈。我无嫉妒心难为。伯母，伯母，阿丁啊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呢？哦，我们特地来看你的。哎呀，人来就好了，还带东西。哎，里面坐啊，来来。哎呀，我们这种小地方不好意思。别这么说，坐坐坐。啊？阿凤啊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这位小姐看起来有点面熟啊。伯母，他叫阿敏，是建龙的朋友，他是专程来看你的。这样啊，啊，阿凤，帮我倒杯茶给阿敏小姐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伯母，你叫我阿敏就好了。阿敏，不知道阿敏跟建龙是怎么认识的啊？这，他们是在阿敏他的这个，在阿敏开的公司认识的。这么年轻就自己开公司啊，不错，很能干啊。没有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弟弟生病，建龙帮了我很多忙。今天我一方面是来看伯父伯母，另一方面是建龙有一包东西寄放在我这儿，交代我一定要把它拿给伯母。那这是，哎，这么多钱啊，这都是建龙的钱。建龙说请伯母一定要收下来。哦，对，伯母，以前啊，建龙每一次拿钱回家你都不肯收，他就把这些钱都存了下来。伯母，
这些钱你一定要收下来。就是啊，伯母，如果你不收起来，建龙会很难过的。既然是建龙放在你那儿的，你就继续替他收着吧。我要的是建龙的心，不是钱。伯母，这本来就是建龙要留给你的，你如果不肯收，那就这样吧，等建龙回来的时候你再自己拿给他好吗？我先把你放在这儿。你这么会说话又这么会处理事情，你一定很照顾我们建龙啊。不对，伯母，他们是互相照顾。抬声。阿丁，你都这么大了还这么孩子气。还好啊，阿凤知道分寸。我告诉你啊，人家说听老婆的才会大富大贵，知道吗？有啊，我很听阿凤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呀、啊、只有在伯母的面前才会听我的话。哼，我这次领钱偷藏了500，你千万不能说，每次都是你自己说出来的。哎呦，这么热闹啊。伯父。三叔。三叔。伯父。阿丁啊，你好久都没有来我们家坐坐了啊。嘿，哎，刚好今天留下来吃晚饭，跟伯父啊喝两杯啊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说陪我们两个老的喝两杯，说一些新闻给我们听听。哎，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先聊一下啊。阿贤，阿贤，家里又没什么菜，你留人家下来吃饭，这对哦。这嫂子，怕没菜不好意思啊？不会了，阿丁是自己人，没关系的。就是嘛，人家在外头啊，餐餐都是大鱼大肉的，偶尔来我们这儿吃点新奇的也不错啊。哎呀，我们那些青菜萝卜干哪能算新奇啊？嗯，那是我们这种穷人吃到怕了，他们很少再吃的，就算新奇的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偶尔吃点新奇的也不错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我们开会开好了，哎，你们坐就行了。哎，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准备一些新奇的，大家都留下来吃晚饭啊。那个漂亮的姑娘是谁呀？阿管，那位漂亮的姑娘是谁呀？啊，阿丁说，是跟我们建龙互相照顾的朋友，应该是普通朋友而已。哦。跟我们建龙啊是互相照顾的朋友。哦，建龙的马子啦。哎，来来来，金老师啊，哎，金老师，金老师，真不好意思，你伯父嘛他就是爱热闹，可是家里又没什么菜，硬要留你们下来吃饭。伯母你别这么说啦，我们好怀念伯母做的菜呢，这些啊都是我们最爱吃的。真的，那以后有空啊就要常来啊。好啊，如果有的吃又不用洗碗，我一定常常来的。我来就好了，伯母来。看你的手势好像常下厨啊。没有了，因为我爸妈很早就去世了，从小我就要煮饭，只是煮得不好。的确，吃苦的孩子比较懂事。自从阿靠跟宝钗出嫁后，我一个人窝在厨房，常在想，如果能够有个媳妇儿，跟我一块在厨房，边聊天边煮饭，不知道该有多好。可是想归想，我们建龙现在又不在我的身边。伯母，这样吧，只要你不嫌弃，以后我常常来陪你煮饭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花无几度哎，心难哎。给你啊，建龙，很重啊，建龙啊，建龙，
哎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，麻烦你啊。哎，麻烦你了啊。建龙，有封信。谢了，阿爷包东西。建龙，如果有什么宝贝，可别自己藏起来哦。我知道了。嗯，都是书啊。是啊，我爸知道我要考大学，所以把我国中的课本都寄来给我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？我要是有兴趣啊，早考上大学念博士去了，怎么可能在这里？不好意思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嘿嘿。金龙啊，啊，你拿这么多国中课本要干什么？哦，我想既然有心念书，基础就要打好。国中二年级以后就没好好念书，我想趁这段时间好好复习一下。我妹丽珠真聪明，多寄了一些高中的课本给我。二哥，听爸说你想要考大学，所以我帮你准备了一整套的高中课本，你一定要加油哦，我们都相信你一定会考上的。哎呦，吃饱了读书喽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堂哥走。堂哥，昨晚没睡好啊，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有事跟阿牛说，你先走。叫你走你没听见啊？建龙，我跟堂哥交情好得很，没事的啊。我心有我疼，你敢袂知？